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嗯，我也都告诉你，说清楚了。所以呢，今天我需要你的帮忙。我需要你的帮忙，你还认为？我知道，陆曼嘛。对啊，陆曼。我知道呀。啊，所以你麻烦大了。啊？为什么？因为他是陆曼。反正我把大话都已经说了，对吧？嗯。所以这忙啊，当兄弟的你们得帮，对吧？是，是啊。那你帮我拿一下。梁宽。 这你不能要。这你帮我拿一下。梁宽，啊，这球我能不能接？这你不能要。干嘛呀？什么干嘛？看看你们俩，看看你们俩，你们俩有没有把我当朋友、当兄弟啊？不，什么意思？什么什么意思？叫你们俩来是帮忙的，真打球啊？还你半天跟着我屁股后面，你说帮忙了吗？就是。我你给我机会说了吗？我不是一直在打，一直还还进。我不能进球了。就是。能啊，能啊，那你给我机会说呀。说呀，你现在说，你说。很简单，借你们家无忧用一下。行，现在吗？是要同意了？可以啊，没问题。那我拿走用了。简单吗？你拿去用。我真
那就没办法了，那只能拼桌了。服务员，点菜。你好，毛血旺、水煮鱼、爆炒肥肠、辣子鸡，就这些。您点的这些菜，这位先生都已经点过了，并且特意交代了要微辣。您看是不是要点点其他的？你做这些没用的。那你告诉我，做哪些是有用的？微辣全都改成变态辣。好。 谢谢。菜点挺好啊，把这都吃了吧。 挺能吃辣呀，喝点汤。林静，你到底想干嘛呀？服务员。 服务员，哎，服务员，拿酸梅汤。来了来了，喝了。那个，你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对吧？ 我没空陪你回忆。 你什么你啊？你就不该用这种方式骗我到这儿来。哎，小心！哎，对不起，对不起，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没事，没事，没事。走吧，走吧。还行，没什么事。你这个，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担心我啊？还笑呢，我走了。哎，老板。哎。 你腿没事吧？我送你去医院。哎，不用不用不用，那个回家涂点药就好。啊？但是你得扶着我。啊。你傻不傻呀？那辆车也不一定真的能撞到我。那万一能撞到呢？ 我是不会让你处在任何危险当中。那你也不能不顾你自己啊，这要是擦伤还好，要是伤到骨头了，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你还是在乎我的对吧？我知道我骗你不对，可是请无忧把你叫出来，也确实，我也是被逼无奈嘛。其实我想的很简单。 就是你能给我一个机会，咱们俩，平心静气，好好坐下聊一聊。聊什么聊？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当然，我不会再为之前的所作所为找任何借口。但是我想告诉你，从今往后，我林青跟你陆曼一定要纠缠在一起，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止我，包括我自己。嗯。 说说而已的，我可不是那么好哄。哎，老板，老板，就原谅我这一回嘛，好不好？哎，别我脚！哎，你别乱动，你这脚瘸了怎么办啊？是是是，你说我要是真瘸了。
我就赖你一辈子。我可不跟腿伤的人过一辈子。那要是我腿好了，你就跟我过一辈子啊？哦，我跟你过一辈子了，你腿伤就好了。是啊，你看，真的好嘞。这就是爱情的力量，相信爱情一定会创造奇迹。爱情多美好，天都晴了。骗我？我这不能叫骗吧，耍了一点点小伎俩而已。哈，那个，我还是想问你，能不能原谅我？那你不会再退缩了吗？不会啊。会再担心自己不能给我幸福吗？不会。会担心我？不会，你所有的担心我都不会。好吧，原谅你了。真的？嗯。惩罚还是要有的。你就不怕你这样会让我瘸一辈子吗？那就瘸一辈子。最多不过妇人心啊，真的是。听到了。好好好。说吧。什么条件才可以松手？陆总，您误会了。我今天来，不是跟您谈条件的。爸，林青不是那种人。你既然当初选择了退却，你现在就没有资格站在这里。您说的对，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确对不起陆曼。我终究还是看错人了。我原以为你是会顾全大局的，陆总。我跟在您身边这么多年，做任何事情，都是在顾全大局。可爱情这件事情，你越是想控制，就越控制不住。我尝试过离开陆曼，但是，我做不到。所以我现在决定，遵从我自己内心的选择，跟陆曼在一起。我不听，不听，我也不想再见到你。马上给我从陆氏消失。爸，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林青呢？他从来都没有做过对不起恒儿的事儿，更没有做过对不起您的事儿。他最对不起的是你。你拒绝和嘉南联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本来也没有打算跟黄嘉南结婚，我跟他只是演戏。太儿戏了，陆总，请您相信，只要我跟陆曼在一起，就能克服任何困难。也请您给我一个机会，证明给您看，我有能力带给她幸福。爸，我也已经决定好了，我要和林青在一起。出去！爸，陆总，不好了，公司后期的项目，黄家决定不再投资了。什么？陆总！不想看到他。别激动，好，知道了啊。医生，好。医生，我爸爸怎么样了？虽然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也不能动怒。像他这个年纪啊，弄不好很容易引起并发症。
现在需要住院一段时间，慢慢调理。记住，千万不能让他受刺激。啊，医生来。医生说，我爸已经脱离危险了，你也不用太自责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都要一起面对的。我就是觉得，我让陆总失望。你千万别这么说，你已经做得够好了。再惹他生气，所以我就尽量先不来，就只能辛苦你照顾陆总，其他事情交给我，啊。千万别想太多了。那我先去看我爸爸，有什么情况随时给你打电话。吃点水果吧，来。不吃。爸爸，你还在生我的气啊？老陆，你把林青已经赶走了，怎么了？还要气走女儿？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爸爸不是有意要拆散你和林青，后面的局面你都看到了，难道他预料不到吗？老陆，想开点啊！我们做父母，最终结果是什么？还不是希望曼曼幸福吗？啊！爸，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我最爱你了。别生我的气了，我们先把身体养好，吃点水果。呀呀，像个孩子。李潇起来真，我打扰你了，没没事，你继续。你看这都什么毛病啊？有事吗？有事儿，好事儿。我们美拉运营新理念得到了多方的认可，哎，这是几家合作意向书，请何总过目。哎，不用了，你定就行。他们愿意啊，从金钱和战略合作上给我们最大的支持。我的功劳。哎，是是，不是你不得说点什么？你真棒，是吗？老何，是不是？我这该死的个人魅力，我跟你说，我已经非常克制了，但有时候关键的时刻，他这种魅力他会溢出来，你知道吗？他会散发出来，而且他会掌控全场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带节奏，你知道吗？我认真起来，我都害怕我自己。老何，那你就去施展你的该死的魅力吧，好吗？
资金你也去拿下来，会你开，所有的事情你来你定，可以的你。我要想送，我有一个礼物，我送什么呀？老何，你不得先鼓励我一下再说。已经鼓励完了。完了。送什么？女朋友啊。对。口红。口红。质量好点的。为什么？因为是他是外用，你是内服。啊，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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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何总，您的咖啡。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今天就不用打给我了。啊，那会议呢？找梁总。啊？恋爱的人就是不一样，你看我们的何总，一天比一天开心。强烈赞同。你用的什么口红？啊，没事儿。我们就这么一直站着吗？我觉得这儿好美啊！我就想和你一直在这儿站着，看着这个景，变成两个石雕。可是，如果我们这么一直站着，怎么吃饭？太没有情趣了。那我们换个姿势行吗？站好多了，那就石雕一会儿吧。还是去吃饭吧。哦，好嘞。前有高管出走，后有恒瑞集团的董事长生病住院，现在听说唯一的大股东又要撤资了。唯一现在真的是三座大山压来啊，我们真是太难了。你们这又是在分析什么局势啊？吴总监，传闻是不是真的？是是，吴总监，你给我们点消息也好，让我们几个另做打算呀。你要做什么打算？那当然是另谋高就啊！我们肯定是哪儿有前途就去哪里嘛。坏了，你说早知道樊总走的时候，我就应该再殷勤一点，我怎么也留个后手啊我。目前来说，唯一没有任何问题。不行，吴总监，你不能一上任就给我们画大饼啊！唯一的运营和盈利，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投资商又不傻，为什么有钱不挣呢？也有道理哈。唯一确实是属于优质资产，所以呢，你们就是该干嘛就干嘛去，好好干活。天塌下来呢，也有高个的顶着。怎么了？不好了，好几家供货商觉得我们公司有变数，提出了要改变合作模式，你快看一下。美丽姐，你和旭阳一组去找这几个客户，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OK， 我记住了，我们去找他们。去市场部看看他们今年的数据分析。好，我马上去。林奇啊，你今天状态有点不太对。怎么了？说说。陆总住院了，医生倒是说没什么大事，但是毕竟年纪大了，心脏也不好。不能受刺激，可这回偏偏让我给刺激了。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怎么稳住局面。是啊，陆总前脚住院，公司那帮高层后脚就开始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动荡那是很正常的。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有办法，现在需要的是时间。唯一在运营上暂时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当务之急就是在这个波动来临之前稳住恒瑞，这样才能保住唯一。朱经理，这个呢是你们产品在唯一平台上一个季度的销售数据和分析报告。这一份呢是我们联合市场部的同事为你们的产品做出的下一个季度的销售方案，您可以过目。
真快呀，把下一季度的方案都做出来了，你们动作确实够快呀。我们就是希望贵公司能够满意，唯一是具有最专业的团队、最稳定的运营，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和我们合作。嗯，确实有诚意。那合约咱们什么时候？这个方案呢，我先带回公司，等法务把合约流程走完了，我们立马签字续约。好，那就这样。感谢。明天到我家来涮锅子吧，我有喜事儿要宣布。都有谁啊？就我们四个，没别人。哦，怎么着，找男朋友了？有这种消息，能不能偷偷先告诉我呀？哎，明天你就知道了。行了，那我不跟你废话了，直播了啊，明儿再说，拜拜，拜拜。请进。妈妈，还在工作没休息呢。妈，你回来了，爸怎么样啊？医生说你爸爸状态不错，我特意回来看看你。我没事儿，我一会儿忙完这个我就去睡觉了。要注意休息啊。嗯，我给你炖了鸡汤。谢谢妈。明天吃火锅，你去吗？宝贝啊，明天是周末，答应去吧。但是我不差一天工作，不会有什么事儿了，相信妈。你现在最主要的是放松，放松，再放松。来喝鸡汤，谢谢妈。哦，嗯，自己慢慢喝啊，真好喝。哦，慢慢。Hello， 亲爱的宝宝们，这里是苏菲的深夜茶话会。今天我们来聊一点走心的吧，聊聊亲情。最近有一部电影《四世同堂》刚刚上线，大家看了没有啊？本主播看了片花就已经泪流满面了。没办法，亲情是我们的软肋，也是我们的铠甲。我们的父母总是希望咱们都能陪在他们身边，看着我们成人、成才、成家，而不是对着一个电子屏幕去触摸那张隔着温度的脸。但有的时候又很矛盾，当你跟你父母说我有理想，我想出去闯一闯，纵使他们会有千般的不舍，也会转过身擦干眼泪对你说，放心闯孩子，你可以的。这就是咱们的爸妈。所以身在异乡的宝宝们记得常回家看看，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来看看评论区。没事儿，妈，孩子生下来我自己带，你放心吧，我觉得我没问题。是受妈妈影响啊，我当年跟你爸离婚，那是没有办法。再说了，那时候你已经大了，但是现在你肚子里的那个才三个月啊。我知道，我已经决定了，没问题的。妈，你后悔过吗？后悔什么呀？后悔一个人把你带大？对啊。后悔，虽然我气你爸爸，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要感激他的。没有你爸爸哪有你啊。你是妈妈的骄傲。嗯，这个事情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妈妈尊重你。等我忙完了手头的活儿，我就过去陪你了。不用，真不用。你跟叔叔你们在那边该怎么过就过你们的日子，我没问题的。我可以请月嫂跟玉儿嫂。那怎么行呢？你请的那些护工哪有妈妈会照顾啊？今天我过来的时候多给你带点腊肉和香肠。嗯，说的我都流口水了。阿姨，累了吧？喝点水呗。人怎么还不来啊？你是不是蒙我们啊？啊呀，不要着急嘛，人家一会儿就来了，我会催着点的啊。谁踢我？各种小熊猫，人迷信。不是生的。哎呦，这是要吃牛肉刺身啊！哎呀，我倒是很好奇啊，你的眼光能是啥样的？哎呀，你不要瞎好奇嘛，他马上就来了嘛，留下一个悬念嘛。神神秘秘的，你到底耍什么花招啊？耍什么花招嘛？主要是因为他太忙了嘛。所以呢，我就想啊，那还是面对面的跟你们见面比较真诚嘛，这样也算是给你们一个惊喜喽，对不对？是不是特不正常？没有，人家忙嘛，面对面才最真诚嘛。好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喽！你能不能正常一点？我鸡皮疙瘩都掉下来了。他到底是一什么主啊？让你说话变得那么娘。哎，发现了没？我们才是人家的惊喜，果然我们才是真闺蜜啊！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可以吃了，不用等他了，可不可以？啊，闷不闷？绝对闷，开吃开吃，来吃吧。好了，我早就老何，法务那边说海外代理授权的合同出点问题。什么问题？不清楚，应该是翻译的问题吧。但是我们答应他们10点之前给人家发过去的。不要，这事儿必须得给你爸妈道个歉啊！我最近孕反实在是太大了，所以猪蹄汤我真喝不下去，对不起啊。没事儿，你看今天都便宜苏菲了，看他喝的，太香了，真的，猪蹄也好。还有补胶原蛋白，你是没口福。不过呀、啊，你要是真是当妈了，我这长辈当定了吧？哎，我们把正事儿给忘了。今天不是来见你男朋友的吗？这饭都快吃完了，人呢？你是不是糊弄我们？没有，我这不是一直在跟他沟通吗？他被工作牵制住了，这工作的事儿我也不能催啊，是不是？编，你接着编。我真没编。哎呀，好了好了，等他一会儿来了之后，他给你们赔罪行不行？这也差不多，没跟我们开玩笑。当然没有开玩笑。那你爸你妈知道吗？当然知道了。所以我们是最后知道的呀。不是，我本来之前是想告诉你们的，就那会儿你不是怀孕了吗？不嘛，你和林青又闹分手，苏菲你又和王子浩那个事儿搞得心情又不好，总觉得不该说嘛。这么久的事儿，你现在再跟我们说，
现在不是你们心情都平静了，那现在说不是挺好的吗？都是借口。嗯，那算了。那你现在谈恋爱了？你隔壁那个没再骚扰你吧？隔壁？就那河西啊。那个现在没来的那个，就是隔壁那个。嗯，何西啊，你要说什么？哎呀，好了好了，既然你都给我炸出来了，那我就坦白吧。其实我男朋友就是何西啊，但你们千万不要说，等会儿他来的时候就假装完全不知道。我今天说好了给他一个惊喜的。放心放心，没问题，演一下演一下。无忧，你刚说谁？何西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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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聋了？我不同意。天底下男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他啊？陆曼，我知道这个事情对你来说可能有点意外，但我确实也是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值得依靠的人。他不值得依靠，你们俩不合适。为什么？我知道你们之间有故事，我也一直没有问过。那我可以问问你，你反对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吗？他就是个渣男。你为什么一直说他是渣男？可是我觉得我对他太了解了，他就是外表看起来冷冰冰的，内心更加绝情的那种人。你赶紧跟他分手，听到没？陆曼，我现在可以非常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他一定有误会。好。我之前问过你，他是不是你前男友？你跟我说不是的。那你到底和他是什么关系？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告诉你，他曾经是我姐夫马应龙。他曾经跟我姐姐在一起的时候，是所有人都羡慕的一对。他跟我姐求婚那天，我姐不同意，吵架了，紧接着我姐就出车祸了。然后这个渣男就着急着跟我们家撇清关系，而且你知道吗？我姐姐出事的时候还怀着身孕，他一定是做了背叛我姐姐的事儿。要不然你想，每次我这么针对他，他从来不解释，从来不反抗，他不是心虚是什么？所以他就是个渣男，所以我不同意。我有脸色不对，怎么感觉越聊越崩啊？嗯，我觉得事情应该挺复杂的。怎么了？你认识陆云吗？什么？你认识陆云吗？就我们家说的。陆云是陆曼的姐姐吧？是陆曼跟你说什么了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不想提。